这个箱子是什么呀？是爷爷的跟老爷的。爷爷的跟老爷的？嗯。是你爸爸跟我妈妈爸的爸的？是啊。那我们快点去开箱吧。买了什么东西吧，因为小孩子不能拿刀子，所以呢爸爸把我刚刚把它给划开了呢。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吧。哇，那里面是一个黑盒子。有两个盒子？两个。哎，怎么是两个黑盒子，他们是反的呢。哎呀，该咋打开？我，哎，什么？哇，你看，超棒！我们已经把这个弄出来了，就两个长得不一样的黑盒子吧，我们快打开看看吧。先看这双。哇，很亮，很酷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超帅呢。那我就把这双很漂亮的送给我的老家爷爷吧。好呀，我们又把鞋子收起来了。我在泡脚呢，爸爸还让我要求背几首古诗，那我就答应他背三首古诗吧，你自由的挑选。好，那我背一个咏柳。咏柳贺知章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再来一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。回乡偶书，唐·贺知章。需要提醒一个字吗？需要。少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小儿子从何处来。最后一首了啊。来个小词吧。小词，寿阳万里，泉眼巫山嬉戏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真棒。我已经背完了，已经很晚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本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你们如果喜欢我的话，你们多多给我点赞哦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我去到洗脚。